我们的指挥林俊美老师带领我们大甲镇南方青少年国乐团为大家演奏这首《感恩的心》。
谢谢，再次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聆听到最后。我们是大甲正在蓝光青少年国乐团，欢迎大家4月5号跟着大甲妈祖一起起驾到我们的新港，谢谢大家，谢谢。